做分类的活动是帮助孩子学习比较大小尺寸的好方法。您可以给孩子三种尺寸的方形纸片，小、中和大，确实做到每一种尺寸都有几张。然后您可以说，让我们按尺寸分类。我们将把全部小的放一起，全部中的放一起，和全部大的放一起。您可以先展示如何把其中一种尺寸放一起，然后他们可以试着把其他尺寸分类。学习依大小尺寸分类，可以帮助改善孩子的逻辑思考。